so you're still thinking of me, just like I know you should. I cannot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I'm so high at the moment. 上个礼拜刚做完手术，他先天的是眼睛有点问题。圆呐，呀，干什么？干什么？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程姐。今天这个妆是真的很姐姐了。其实我也是很久没有化这么厉害的妆了。今天咱们这个妆容的重点就是一个小烟圈的眼妆，还有一个红唇，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搭配，就是很适合现在入秋的这个季节。我现在已经是做完妆前护肤的工作了，然后现在涂了防晒，因为现在换季嘛，我也还一直在吃EVE酸的那个药，所以现在皮肤都特别干，所以现在已经把护肤啊还有防晒那一套都换成了特别润的那种。然后在粉底液的部分，我又用回了我春天那个时候常用的这个娇云道的粉底液。这个粉底液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感觉水水的，你看它流动性就很强，我以为是比较适合油皮混油皮，就是那种比较干的粉底液，虽然它流动性很强，但是里面水分挥发掉之后就会变得很干嘛，结果真的是整一天都不干。像这种粉底液的话，一定要用这种圆头的刷子来上妆，就是这种圆头的刷子来上妆，因为有营养成分嘛，海绵蛋的话它就会把营养成分给吸走，就用这种圆头刷以戳戳戳的这种方式，这个粉底液填在毛孔里，但这样说感觉会堵塞毛孔，其实只要卸好妆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样子一个上妆方式的话，会把这个比较轻薄的粉底液打造的遮瑕力特别好。我春天的时候那时候还在长痘嘛，录的一个妆教的视频里面用的就是这个娇云道的粉底液，然后用的就是这种上妆手法来上的妆，就遮瑕力超好，就是又水润又薄，遮瑕力也在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柔光的那种。像这种比较润的养肤粉底液都可以用这种戳戳戳上妆，妆效特别好，而且不会把营养成分吸走。当时长痘的时候也是天天用这款粉底液，也没有说加剧闷痘什么的。我觉得干敏皮换季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娇云道这款粉底液。然后手心里剩下的部分用海绵蛋蘸取，在脸上稍微的按压一下，让这个粉底液更加服帖。还有眼下呀，因为刷子戳的话确实会有点刺痛嘛，对于眼睛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来说，就可以用海绵蛋稍稍的带一下，均匀一下。你们看到我换了新指甲，这个指甲的颜色我特别喜欢。今天的妆的话还是哑光一点比较好看，所以我会用到娇云道的这个超级大的一个散粉，这超细保湿定妆散粉也是我去年冬天特别爱用的一块，冬天用就是既哑光又不干的那种。而且你看它这个上脸之后一秒柔焦掉了，就看，它这个粉扑也太大太舒服了吧。然后在眼妆部分，我们先用这个哑光的浅棕色给眼皮稍微的进行一个打底，简单的平涂。这次的话是要画一个小烟熏嘛，这种小烟熏其实是特别适合肿眼泡或者是单眼皮的，因为它可以最大程度的放大眼睛，而且还可以给眼睛进行一个消肿。这里再蘸取一个深肤色，把眉骨处带一带。但是呢，如果像眼皮比较薄或者是眼部比较凹陷比较深邃的那种眼部类型的话，画这种小烟熏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显老的，特别是对于全哑光的一个眼妆来说是不太适合这种眼部类型的，因为全哑光的深色它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收缩感，很适合肿眼泡。然后这次眼妆我不想画过浓，不想跟口红抢风头，所以眼影部分就完成了，直接来画一个后眼尾的眼线。我这个眼角真的是太包了，你看这整个，然后把下眼睑眼线填补上，画一个全包的眼线。然后现在整个我的眼睛就特别的往上掉，有没有？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下至一下后眼尾就好了。用这个小小的细节刷沾取深棕色，把上眼睑眼线往外晕一晕。在下眼尾的后二分之一的这个位置稍微加深一下，
这里我就直接贴一个假睫毛，就不涂睫毛膏了，先贴个假睫毛。哦，最近一直有姐妹问我怎么保持身材的，我真的是惭愧，我真的是那种上半身很瘦下半身胖的那种身材，然后屁股也超扁，真假睫毛夹在一起夹一下。而且我是那种从来都不控制饮食也不健身的那种，你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特羡慕啥的，真的不是一个好事儿。我从小就是那种画一个眉毛画的稍微平一点，眉尾往下落一点，然后眉笔的颜色选择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个浅色的，要不然整个眼妆就太重了，没有重点。就是我从来不运动啥的嘛，所以我就感觉就我的身体就特别虚，它不是不好，它不是说一直生病什么的，我倒是不怎么生病，它就是特别特别的虚。尤其是最近一年我感受特别大，最近一年就是感觉出门站久了就感觉头晕眼花，就是有点呼吸不上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从小就不锻炼。我先把这半边给补好啊，补好之后再说。这样子呢我们的整个眼妆就完成了，眼妆画完了之后修一下鼻子。刚刚说到哪来着，说从小不锻炼是吧。我小时候老是因为看我个高嘛，让我参加运动会啥的，然后跑步啊跳远跳高我都参加过，然后每次都拿倒数。到后来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运动过，就是属于能躺着就不坐着的那种类型，我就是这种就像猪一样的。最近我就感觉特别的乏力嘛，然后前几个礼拜我就去健身房了，腮红的部分我用这个大的散粉刷，然后人家教练就给我测那个体脂率嘛，我整体的体重偏轻，然后体脂率高达30%。就是30%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正常的体脂率最高的一个上限是在22%，好像22%左右吧。30%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挺胖的了，那种身材了。但是我这种就是看起来还挺瘦的，体脂率却能达到30%的话，就说明我一点肌肉都没有，身体里全部都是肥肉，肥肉都已经多到超标了，所以我才会总感觉没劲儿，这个就真的很可怕了。所以大家对身材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光看体重，不要羡慕那种林黛玉型的瘦子。我当时一进健身房，然后教练就说我感觉我这个人特别没精神，弱不禁风的那种感觉，真的不好看。所以减肥的话千万不要单纯的节食减肥，一定要进行运动，不要说单看体重的那个数字，一定要看你的体脂。哎，这些都是后话了，我先把我自己的身体练好再说吧，我现在还没有脸说这些。然后在口红的部分，我打算用一个哑光正红色口红，我也是好久没有用这种颜色口红了。这样子今天的这个整个妆容就完成了。我现在突然想在这儿吧点一颗痣，在这儿吧，我点出了一个空心痣，你们看一下看厉不厉害。然后我现在是到阳台这边，这个光有点，这边有点曝光，但好歹脸上的光是正常的。我是突然觉得现在全哑光的脸上一个状态会有点显老，就太没光泽了，所以我打算在唇珠还有下唇肚这边叠加一个江原道的这个口红。这个口红很润很润，颜色单从膏体看是很深的，但涂出来是那种浆果色，很好看，就叠加在这两个部位。好看。